喂，立川去你那儿了吗？不在，怎么了？立川在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他现在不能走路，他不会走远的。不是，现在小木也不见了，我跟护士已经找了一大圈了。好，那你继续找啊，我马上过来。医院里现在已经全部找遍了，根本就没有找到人。现在护士已经派人去旁边的商场看一看了。我也叫少华打给小木的朋友，他们都说不知道啊。会不会是绑架啊？绑架？不可能啊，这个小木人品很好的，不然张少华也不会介绍给我的。何况呢，我们给他的薪水也很高，他应该不会铤而走险的。就算是绑架好了，他应该留下什么纸条啊，或者是多少钱呢，什么的。那。 立川会不会有什么临时的客户要见呢？他走之前还有一批图纸没有画完。这已经给张少华接手了。哎，小秋，那立川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啊？比方说情绪低落、焦躁不安什么的，或者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呢？如果我死了，你就得马上 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悠悠悠，他说，他万一要是死了，让我一定要move on，还说他累了想休息。你答应他了吗？我答应他了，我还发了誓。你说他会不会？哎，小秋，你听我说，现在这种情况你一定要镇定啊！现在唯一可以找到他的人就是你。立川现在行动不方便，就算小木带着他，他们也走不远的。 无论如何，今天一定要找到立川。他现在身体这种情况，根本就挨不了几天。不要说现在在生病，他连吞咽都有问题。你想一个人三天不吃不喝的，能撑多久？你再想想看，你跟立川在上海有没有一些共事的朋友，或者是他有没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呢？他有个律师，叫陈东村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没有，我以为他是 GMF 的人，我想进我应该查过了。不是，公司的通讯录里没有这个人呢。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你打给他吧，问问。哦，好。喂，你好。请问是陈东村律师吗？我是谢小秋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小秋啊，当然记得，你好吗？我想问一下，王立川最近有没有找过你啊？有啊，他昨天还给我打过电话呢。 找你什么事啊？这个，不是，您听我说，立川是癌症病人，现在的情况很不好。昨天他从医院消失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找到他。哦，他昨天让我给他订了一趟商务专机。去哪里？他说是有紧急的业务要谈，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到昆明。那您帮他办了吗？啊，帮他办了。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，立川又着急，所以很快就谈妥了。这票是从我这儿里出的。 那你可不可以把你那个朋友电话告诉我们？没问题，他姓蔡，小秋，你记一下号码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说。喂，你好，哪位啊？喂，老蔡，我是那个王继川，王立川的哥哥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昨天那个立川是不是坐你的飞机去昆明啊？是啊，当时正好有一趟是别人订好的，让他赶上了。那是不是和小木一起坐的呢？啊，对对对，那是他助理啊。 以他现在身体情况，他不能坐飞机的。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情况啊？他在飞机上从头至尾一句话也没说，啥也没吃，连手都没有给我握一下。那他坐几点的？下午4点。那他下了飞机以后，他有没有说去哪儿？不知道。哎，老蔡，你可不可以再安排一下飞机飞去昆明？一切的价钱由你说了算，好吧？行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出发。 Thank you.
我们之前来过这里，所以我想他应该会回到这儿吧。麻烦你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一位叫王立川的先生入住这里？请问你们是？哦，他是个重症病人，你看，这是医院的证明。好的，我马上帮您查。对，是有一位王先生，叫立川 Alex Wang， 瑞士护照是他吗？对，是他。好，我马上带你们过去。好，谢谢啊，没事。大家等一下，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给急救中心了，一会儿到了房间，纪川小兄和我先进去，这样不会引起病人的恐慌。现在他的血小板太低，肺部又有感染，极其容易引起咳嗽，咳嗽会使胸腔出血，出血会占据整个肺部，使肺部无法张开，极有可能呼吸衰竭。好吧，走吧。小木，立川呢？他快不行了，他叫我在外面等他，等他结束。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？严重脱水，低血溶性休克，骨衰。我怀疑还有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。到了医院以后，立刻拍胸片抽血。好，现在先准备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，再通知医院准备全红血细胞和血小板各4个单位。我要现场插管，准备好呼吸气囊、手动通气。好，我现在立即给他消毒，请家属回避一下，快。如果那天我不跟他吵架，他就不会离开。如果我早一点不慌，他就不为宁思也要待在这里。如果我选择放弃，他就不会出走。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小秋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一直爱着你，他没看见你幸福，他舍不得离开你啊！这
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因为我固执，因为我一根筋，因为我不肯改变，不肯放弃。所以立川如果死了，那就是我害的，是我害的他。Thank you.